是我让你做了坏人。我不是为了帮你，我是真的舍不得你，想要你留下来。师父，我们也舍不得你，我们曾经说过要生活在一起的。师父，对啊，师父，做兄弟要有义气嘛。师父，我也舍不得你啊。师父要钱，我们就辛辛苦苦赚钱给他，也不关他师父的事。我看得出来，连阿贵他自己都不想搬过来住，他还在怪我。我们之间还有裂痕在。慢慢来，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。今天晚上我们去散散心，看场电影。好啊，我这里有点钱，本来是用来装修房子的，现在不用了。上一次你为了我弄脏了西装，洗都洗不掉，拿去再做套新的。哎，先生，这次西装要用上次那种布料吗？人要衣装，佛要金装。要找到一份好工作，绝对不能用便宜货。嗯，用300块那种料子。你们大学生真有本事啊，赚个万二几百块钱一套的西装就变成几千块一套了。我是学经济的，当然会将资金灵活运用，由不会赚钱的地方分配到另一边赚更多钱的地方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。不太会哦，裴俊呐，赶紧换上漂亮的衣服出去吧。OK， 马医师，里边请坐。好好。哎，做事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马医生，啊，对不起啊，衣服有弄脏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请坐。好。保姆，你看这数目对不对？谢谢啊。让你久等不好意思。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。哎，你今天很奇怪。先生，你干什么？跟咖啡好了。
赔罪，请你嫁给我。啊？你开玩笑。你会觉得我这么做很傻，为了表示我对你尊重与重视，所以我才这么决定的。佩君，我求你嫁给我。我觉得你这个玩笑开大了。我是认真的。我是不是做了什么让你产生了误会啊？哈，上个星期伯父伯母到我家来跟我父母说你对我有意思，希望我不要嫌弃你结过婚，所以来问问我的意思。我高兴都来不及，怎么会嫌弃呢？佩君，婚礼我已经在筹备了。你刚才开了一张支票给我爹爹啊？这点事你不要放心上，聘金多少呢？只是代表我点心意。多少钱？请问你刚才给我父亲的那张支票到底是多少钱？100万。你们把我当成什么？啊？请帖了哈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等到我结婚那天你们才会告诉我。我真的想不到哎，你们编这么大堆的谎话来骗人家跟我结婚。哎呀，女儿啊，你怎么说骗呢？这说的多难听啊！马家跟我们郑家还算是门当户对，最难得的是，人家还没有嫌弃你结婚呢。这门亲事是你前世修来的福气呀。说的也是，你不是常常在我们面前夸他很好吗？我夸他好并不代表我一定要嫁给他呀，我跟他只是普通的朋友，而且我跟他根本没有谈恋爱的可能。还有，你们怎么可以狮子大开口跟人家要聘金要100万呢？啊，爹地，我希望你能够把聘金退给人家，然后我们再选一天请马医生跟他的家人一起吃饭，解释清楚这件事情，并且跟人家道歉。不可以，我等着用这笔钱呢。好了，事到如今呢，我们也不想再瞒你。前些日子啊，妈咪把家里的佣人都辞了，家里的古董也一件一件的少了，那是因为你爹爹做生意失败。你爹爹真的需要这笔钱去周转，佩君呢，就算妈求求你，帮帮你爹爹忙好不好？爹爹妈咪，婚姻幸福跟钱完全是两回事哎。难道你忍心看着我欠人家这么多钱，让我走上绝路吗？我们到底还需要多少钱？我们不可以跟银行借吗？我们家该抵押的全都抵押了，现在拿什么跟银行去借？还有爹爹的朋友陈安口方安口，我相信他们都愿意帮助我。没有用啊，这年头啊，落井下石的人雪中送炭的没几个。现在的人都很现实，说不定每个人都希望看着你爸爸破产。破产？破产我们可以重新再来过。而且我也可以出去做事情赚钱养活你们呢。我真的希望我们家人生活在一起，共同来面对这些困难，总比现在死撑下。